不愿意三方会谈呢？一呢，他怕再次伤害那个女人；二呢，他怕那个女人对你们产生二次伤害。哦，他发脾气了，他把那个里面的东西抖露出来了，那你一看，我的老天爷受不了哦，这个男人还在背后说了我很多坏话，那咋办呢？麻烦。三呢，他怕你无法面对这个现场，万一人家比你年轻，人家比你漂亮，人家比你学历高，人家比你皮肤白，那咋办呢？那你就会泄气了。四呢，他怕你没完没了，今天谈了下次又谈。五呢，他很不愿意撕毁他的面具啊！我要跟那个女人说，我当时是把你当甜点来吃的啊！我要跟老婆说，我当时怎么着了你，面具戴在脸上戴久了撕下来很痛的。这个男人就是那只鬼，左右哄左右骗，所以现在三方会谈不一切都完了，所以他当然就不愿意。那不愿意要去解决嘛？啊，最重要的是怎么来